哎，大家好，我是谢尼斯，欢迎来卧龙的游戏开荒之滨。上期呢，这边在做这个主线任务，应该是探索，感觉从这个旗子的数量吧，应该是探到了尾声。这期呢，不出意外，应该是能把这关做完。我猜看这关包括名字跟这边红晶的一些对话，感觉上要打吕布了。就是你拿弓的时候，你是摁不了翻滚键的，连跳跃也摁不了。这个地儿设计出来是干什么呢？什么都没有。这个人真是够瞎的。他那个地儿有个旗子，他那是最后一个旗子，我还差一个小旗子。完，不会又 miss 了一个吧？看见小旗子了，哦，
至少现在打多了，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敌人的这个战绩吧，还是能快速的判断出来了。刺客、轻甲，但是还是有一些见的比较少的战绩，真的就是判断起来有点吃力。要从那个房子里边走右手，然后再绕出来吗？这是干嘛的？可以潜入的。哦，那有个人，没看见。啊，那还有个箱子，先把箱子捡了吧。19级，20级，先把那个这个人打了。这是个什么巡逻路线啊？拿了个什么东西？一个黄色的四星的护甲。嗯，这个地方还没来过，好吧。其实我来过，没有打当时。我可能以为是要它是分开的，不过也无所谓。应该是都弄完了，这边还有这边没有路了。可以升级吗？感觉应该就是要打 boss 了，好吧。考古
どの難局に陥りながら、なぜ弾薬を使わぬ。俺はこの時を待っていた。弾薬の加工、何としてでもここで立つ。那个独角兽是的是吕布的守护，但是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吕布实际上是有他的目的是，就是想斩断这个丹药。天，这个吕布怎么变成好像是半人马一样？这是吕布，我天哪！对，哇！哇、哦，这个有点可怕。给弹回来了。这个红晶，你先死掉行吗？我想跟吕布单挑。还挺敏捷。刀人，天，太近了，看不见。就是他围你绕圈就开始喷火，是吧？这，他，我们用反击的是，我天，哎，我打不到人。太大了，是啊，摄像机非常难，这么远。这还打不到人。
天哪！要喷火了？对，天，这就摄像机跟丢了，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游戏的问题。玩乒乓球是吗？越来越快，这个有意思。buff 使太多了，放弃，太 boss 血太多，太少，我应该用 buff。还是用弯刀，或者是这个斧。这个菜单真的是做的好难受，这是斧，然后是之前说是弯刀好使是吧？怎么走来的？到什么呀，这个打不到人。怎么吃不上了？
就我那阶段没有给他打出失衡，他会把自己的体力重置。拔出来，还有没有第二段？防不住，不是防不住，就是老判断晚，他离太近了看不见。摄像机，摄像机，我刚才中招传是在墙后面是什么呀？没打到，又没打到。有没完？血，我要怎么防呢？他断速太快啊！这怎么防啊？我再打你就死了。换个武器。怎么死的？我刚才为什么死了？什么克火？水克火？哇，没有水系。就是
那个东西就算了，太挤好像还行，挤的反击不错。太近了就这问题就是离太近了，这个 boss 攻击我看不见他手上动作，但是离得远了看得清之后我又打不到他。哎，你破防了。还有这个两段伤害，知道地上有火，我都没注意。我来摄像机没有看，完全跟不上这个什么。人
死了，不能再打了。我在想他这个阵地攻击跳起来能躲吗？这是几？这个是几？这么慢了。上机就我摁错键了，我要是这个的。感觉会死，不打了。人有些攻击的追踪性能不是很强，你直接玩命跑的是打不到你的。
这个是什么武器？这是什么武器来的？枪还是矛？戟？是戟。看清楚。这个的反击就很差。太慢了。双剑、双刀好像不好使，双戟好像也不好使。就是还是一个十字斩。他地上那个火是，好像不是追踪的，但至少他是会从沿着地面旅行到你的人物。如果你不动的话，会被弄的。这个双刀的跑动攻击还行啊，这是双刀吧？它的 counter 是什么？也行。我以为会被那个挡住了呢。
为什么老慢？打不到啊，他这个击退这么强。他起来还有阵地。再是两把武器，现在是双刀，直剑好像叫直刀。就双剑它的属性积累很弱嘛，
四的没了。那个三段我滚过去，四段就没滚过去。这个我老滚晚，这个就有点流氓了，对着墙开车。拆下来吗？我没想干这个的，我只是想施个法术，结果施个法术要先按确认键。这回像容易打到吧，这个这真能打到吗？打到这个 boss 就硬直了，真累。摄像机，老晚了，咱能不要这个摄像机老那样吗？这为什么打不到我了？这 boss 死了又。
我觉得就打到这儿吧。整个游戏我目前还是觉得长柄武器好用。最后一把拿棍子打，是这个老是弄慢，这又滚快了，节奏不对。怎么回事？打得不好，重新来吧。这个我有没有自杀键？好久没有用棍子了，节奏完全就乱了。棍子是快，不过发现还没有说快到像之前拿那个刀一样，那个刀就是你可以随便打。然后看见就是你在练的途中，你看见 boss 出招了，你就是停下来硬直可以结束。棍子是如果你摁的太多还是会来不及。所以就可能上来直接只能砍一刀，然后就不能动了，还是慢。这个主要就是离他近，我天，离得近才能去反击，但是又会造成就是会看不清他的，我在说话，会看不清他的招。这是两种他这个充能的一个。天啊，弹太多了。哎，弹多了。
他掉了他的方天画戟。这个技能还是不错啊，发现他的持续时间还挺长，不太清楚收益怎么样。戦乱の元凶を知った俺は右筆討伐を決意した。相手は弾薬をばらまき妖魔を操る狂乱の同志、生きては帰れぬ。俺を育んでくれた里の者、そしてたった一人の肉親は巻き込めない。里を飛び出した俺は忠誠を装って董卓の元へ潜り込み、右筆の動向を探った。仮面の奥に真意を隠して、弾薬を美羽へ運ばせ諸侯に広まるのは不正だものの、右筆の行方は一向につかめず、焦った俺は賭けに出た。弾薬を奪い使わずにいれば右筆は姿を現すはず。策は当たった。だが俺の力は奴に一歩及ばなかった。俺を倒した強者よ、右筆を撃て。妖気の根を断つはお前に託す。可以，整个剧情算是明白了。哦，这个马之前我们是有过，就等于是这是吕布的，我都忘记是吕布那儿拿到的，感觉还行。它是一个召唤来不停对敌人出冲锋的一个怪。やつを追うなら炎症に気をつけろ。そして妹を頼む。たくましくなったな、交渉。呂布殿は貴殿を巻き込まぬよう苦心されていた。すべてを背負い一人で戦っていた。等于是吕布的这个目的倒是跟我想的差不多，就等于是这个这么设定上，就是相当于是没有貂蝉是吗？就相当于是红晶是类似于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后他取代了貂蝉的这么一个戏份。ここはもう防ぎきれぬ。一体どうなってるの。曹操殿は引いた。そなたらもおつろびよ。まだ弾薬が中に。可否関東をはじめ多くの拠点が炎症の手に落ちたようだ。兄者と駅徳も行方が分からぬ。関羽殿、貴殿さえ良ければ一時曹操殿の世話になるのはいかがか。劉備殿を探すにもまずは目の前の敵を撃たねばならん。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炎章様の星が落ちると天の星が新たに三つ、何かの兆しでしょうか。
炎章は突如曹操領へ南下し、呂布が所持していた弾薬を奪い取ります。妖魔の軍勢を恐れ、多くの拠点が炎章に下りました。曹操は劉備らの助けを失うなど圧倒的劣勢に陥りますが、彼の将勢は輝きを失っていませんでした。曹操は将兵たちを鼓舞し、存亡をかけた反撃に打って出ます。这等于是这个三颗星是预示的后来的三国，说是曹操反击，就等于是这么设计成刘备因为这个丹药妖怪袭击失踪，然后关羽去帮曹操，这么来。遠心の砦が遠将軍に奪われました。白馬に向かった先陣が敵の大将顔料文州により返そう。客分のそれがしにご工場に報いる機会をお与えくだされ、敵将を討ち取ってご覧に入れる。兵はいくらいる？一人のみ所望いたす。ふん、炎章は手強い。気をつけよ。天の星は今誰を示しておる？大白天的你装什么？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ょう。この白馬は渡河の要所の一つ、制すれば敵の増援を抑えられますね。その通り。劣勢を覆すために曹操は死力を尽くすだろう。だが俺たちの狙いは別だ。親父を殺した奴を見つけ出すぞ。はっ、曹操軍白馬に到来。まだか、曹操の首は。はっ、全力を挙げて。遅い。力が足りんとは言わせぬぞ。这个袁绍是属于被心控的状态吗？还是什么？炎章様の閉ざされた心は闇に包まれてしまったのでしょう。真っ当な進化は去り、いつしか怪しげなものがうろつく始末。未だ見えぬ星の定めもあなたの活躍次第できっと。ここで我らが抗うことを諦めては炎章を止められる者はいなくなる。仲間には苦しい戦いを強い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为什么这平白无故给个连弩箭？可以，这样就等于是最后的，我猜这个最终 boss 是虞姬。法力无边，什么玩意儿？还有第六节，好吧。嗯，这有一个东西。先回天柱派。有点记不清了，至少旗子的数目是对的，但是。那是个什么东西？怎么都已经增值到这边来了？
之前他们是在那个岛上，现在都跑到这个地儿来了。我想看什么是重要物品啊？这个东西，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居然是给999个上限是吗？还是它好像随便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么设计的上限？好吧，就等于是基地内是还可以进行一些对话。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这是吕布，他的是一个重甲，好吧？套装是什么？方天画戟跟弓，察觉敌人。方天画戟呢？好像有点厉害。这是个重甲，化解，减轻伤害。黄金快完了，刘备、吕布呢？吕布还有。吕布都死了吗？可以，我看这期时间是比较久了，估计是截一下。下期呢，可能是直接在这个基地内，至少是那边的那个吃那个金蝉快疯的那个人是可以跟他对话一下。啊，可能是这边在升级武器什么的，看一看，还有一些 NPC 对话。之后的话，可能是做一做，看应该是刷了一些支线任务来。总之是，这是下期计划，这期就先落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